我发觉了爷，伊的年纪大概是真的大了，万得了死。那么冷的天啊，昨天这里下了一场大雪，我在家里面待着蛮好的，硬要把我拉出来。我问他干嘛了，他说叫我陪他出去买点东西。哪能呢？侬就老屋里困觉了，看手机了。侬现在才是要上班去了，侬上班我屋里叫侬啊。那我上班，我就算上班，总会过好年再去上班了。这几天我可能去上班不了。你叫我出来买什么东西了？买个米粉，别个在看看叫买点啥么子？要过年了，总要买点么子了。买面粉嘛，你自己去超市里面装个几斤，个塑料袋装几斤嘛，好了，还叫我出来干嘛啦？那么冷的天，买几斤米粉？几斤米粉我吃几天啊？要买个二三十斤了，又要包萝卜丝卷、豆腐卷，又要包饺子，买个两三斤，两三斤够吃多辰光了？最起码买个三十斤，啊，差不大多。你们老是就是萝卜丝饼。什么豆腐卷包个饺子，稍微弄点好的大荤的，对吧？牛肉羊肉现在那么冷的天，你们也养老金，牛肉羊肉弄一点，你们自己也吃得好一点，我也可以吃一点，老是弄这些东西。啥个赌荤？赌荤赌牛阿拉不要吃了，农吃阿拉个赌荤赌牛哪边吃吃的？嘎多年纪了哪能呢？一天天吃赌荤赌牛啊？像农啊？不是啊，哥们，你那个电动车呢？电动车你好骑电动车去买的呀？电动车了，电动车是上趟子了半场辰光，到了上头没绑好，为了绑着刹车了啥么子？我前头两天打啊，好像刹车不大灵光啊。哥们，现在是总个灯笼弄好了，这个整个地上要滑，刹车不好哪好打了？啊，老爸，前几天。我听那个别人给我留言评论啊，他们说前两天上海发的那个补助啊，一个人800块钱啊，你和我老妈就是说1600块钱到账了，对吧？哪能呢？到账了？弄纸盘个钞票啊？不是，你这个到账以后，这个钱转给我一下，我这两天过年前到那个商场里面去买一件衣服，帮帮忙哦。都不弄了，不是衣裳买好了，咋个不是了？我这件外套，冬天外套79块钱，你们这个补助的钱800块，你们不要1600块钱都给我，你一个人800块给我，我去买一件好点的外套呀。侬就出这个可以了，啥个好的外套呢？侬自家不赚钞票，还是去到要听阿拉讨钞票的？侬我当钞票是你表弟。和老爸进超市买点东西啊。像冲军一样的走那么快，老白走慢点呀、啊。这是什么裤子啊？啊，这个绒裤倒蛮好的，老爸，这绒裤你看，29块。老妈不是说没有空调腿冷吗？腿冷你给他买条绒裤就29块。帮忙啊，一会要这个不啦？这啥么子？这又不是虚名的了，紧人的呀，又不保暖了。这可以的呀，不是你回家和他说129嘛就可以了。我脑子毛病啊，跟他说的贵一点呀。那妈妈不懂啊。买什么了？超市里面买什么了？不是买面粉吗？看看叫呀，过年的哪能呢？就买米粉，别个不看了。买点水果啊！哎呦，这便宜嘛，1.98块一斤啊！每人限购3斤。要得，好吃不好吃的，买一眼吃40块、70块。不是啊，那个时候我在上海，那个时候买的话是6块还是7块钱啊？忘记了。不是我陪妈妈陪夜吧，医院里面陪夜，我自己买过几个呀，永辉超市买的，7块钱一斤吧。这里那么便宜啊，1.98块就2块钱。特价，看到了吧？特价。特价。应该没有坏啊。我在那给嘛，挖个我的要不啦？绑吗？我想不要是劣质的，都是烂掉的，卖个便宜的2块钱一斤。
回上去啊，可以。每人限购三斤啊，你多买的话，他大概要缩的。哎呦，这个雪豆呀，弄哪弄哪，超过三斤吧，买不动了。因为太忙啊，他这里牌子上面写的嘛，每人限购三斤。晓得的呀，我懂他的，要吃些哦。排队称分量。老爸说超市里面的面粉不好，到外面去买。他又拿了一点鸡蛋，还有就是这个五斤的橙啊，我来拎着，太重了。他说，就是叫我出来拎东西的。那老爸现在差不多了啦，付钱去了啦。差不多了呀，付钞票钱。那你付钱啊？你微信钱包里面钱有吧？我付钞，我付钞票，能付啊？可别这么回事吧，能付钞票了啊？那你这句话说的，虽然我听起来不舒服啊，但是我觉得确实也说在点上了。奶奶呢？是不啦？直接给人家的。好了好了。听起来不舒服的。好了好了。哪能舒服呢？好了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。付钱付钱。啊，老爸你过来看呀、啊，都是小奶狗啊。能亏啊。有点几只了，十只了。哎，你看他们眼睛好像眼睛还没睁开来了。龙猫不好靠近啊。哈，没关系。哪能没关系了？眼睛还没睁开来了。这个龙猫靠近。东西都买好了，我手里面两斤多的蛋，五斤的橙啊，七斤多东西拎着。老爸走我前面，老爸面粉买好了，20多斤面粉啊。老爸拎得动啊？拎得动，为啥拎不动呢？啊？走，你前面当心水啊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当心水啊。嗯